报道。那么这次马英九总统出访友邦，华航还特别挑选了美丽的空服员来随行，其中有一个你可能还记得，他上次在亚职大赛为台湾加油的啦啦队空姐马玉山，他带领其他五位空姐在桥宴表演跳舞，连马总统都大为惊艳。马总统设红国桥宴，居然出现辣妹啦啦队。表演的桥段似曾相识，原来是之前在亚职大赛跳啦啦队表演的美丽空服员马玉山。对，一开始是会比较辛苦，但是大家都是非常的认真，所以就是大家都很尽力演出。总统在下面看，你会觉得有压力吗？嗯，不会，他很亲切，对，他对我们笑。看看在机舱里面提供服务的空姐，脱下制服之后，完全是热情阳光的一面。从台上跳到台下，这个空姐叫陈怡杰，是华航有名的明星脸。在服务航班上面，是有一些客人会说长得有点像赖雅妍，然后就说他现在拍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之类的话。嗯，表演的非常精彩哈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爱你。哎呦！华航从数千空姐当中精挑细选，要能被选进总统专机，那可都是万中选一。中华航空加油！东森新闻，黄曼吕世奇在洪都拉斯采访报道。